今天我们就放这个鲍鱼，哇！你看看这锅多大，特意做大一点。哇，真的是特别大锅。大家有口福哦。我们都有。这个直接给嘉宾哥拿半斤好了。谢谢。哪一个年份的会是最好的、最推荐的？哪一个年份的？大家喝醉新年。最新的，比较便宜点啊。哇，你看我们美酒达人真的是给我们这么实惠的这个 information， 谢谢。